这个四五分地的田这么水啦，啊路来我这那个破过，这以后啊田敢有生产？那是恁村乡的头家，你是唔当去影响到伊伫迄个保养区发展哦？这拢是因为我做细汉，每天来照顾我，鼓励我。这是你家己打拼来啊！你担任外科主任，对病人用药有意见，这么是应该啦。长期的压力对身体不好，看你身体，我真正算不甘的，我用替你分担下啦。你心机真正足重的，我是公事公办，是无好你看面相，你唔甘愿是无？我理由是堂堂正正，无参像你。想袂到你这样搞做生意，以后你专柜哦一定赚大钱诶。那是当然的啦，我若要做，就要做熟客诶。对，哎，欢迎光临。咱是毋是伫底见过面啊？我嘛感觉你面色面色呢，啊是讲你安尼问东问西问遐尼济，到底想要创啥？阿弟，你嘛是做业务啊？我帮你趁钱。你看哦，即卖丽华哦，对我兼差做保险，伊即个月奖金哦，未比伊薪水较差哦。安尼看起来，你嘛是伫咧做业务咯？是啊，我袂当天天陪你出去呢。啊，你若想要拍车啊，你该想办法咯。我不甲全部的精神哦，拢靠你保养厂，啊，甲技术练甲上好。迄块田，就是爸对咱的恩望，还佫关爱，嘛是伊为老妈会当做起了物件。阿兄，啊，你今麦佫做田无？你为什么叫他阿姨？阿姨，你顺咱奶奶嫁伊，阮纯真个会甲疼入心啦。啊！不过时代都在改变，啊，囡仔的想法嘛在改变。咱是有野法，咱敢有法度甲改变？心